我是今天的高丽菜公主，你看到这片田都是我的。想要吃高丽菜吗？还没有熟。身为一个高丽菜有为青年的功用，就是要会修水管，然后还有穿蓝色的内裤。看你踩到我的脚了。大家晚安，不对，对我来说是早安。现在的时间呢是半夜2:45，我们要去一个离新北市车程57分钟的地方，先去接一个我们的朋友，然后才会到我们的目的地。那天亮呢，大家就知道我们去哪里了。Go go！ 我等一下会不会看到日出？前面那一段路已经是最陡的，就现在还有更陡的路，超傻眼。嗨，大家，我是莫娜。经过了刚才3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终于到今天的目的地了。这边呢是宜兰县的大同乡的南山部落南山村，然后这边是台湾很大的一个高丽菜的产地。然后高丽菜不是有俗称万用菜，什么热炒啊、小笼包、菜包、泡菜都会用到它。然后它也就被叫做国民蔬菜，因为台湾人真的太爱吃高丽菜了。然后我们就想说，今天呢就来看一下高丽菜到底是怎么种植、怎么生成的，然后就来体验一下一日高丽菜农夫的生活。大家有看到我身后的这片高丽菜田吗？然后他们呢是一个我大学时期还蛮普通手，没有很好，好了还不错的学长他们家所种的高丽菜啊。我们现在就欢迎大地主阿良。大家好，我是阿良。赶快秀出你就是结实的被日晒很辛劳农夫的色差。然后今天我们还有带另外一个就是比我还有用的帮手，他叫做谢泉，这就是以前我大学时期的学妹杀手。欢迎他。你有被杀过？我没有被杀过，我那时候就觉得他长得还好，但我朋友超喜欢他的，不知道为什么。好啊，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体验一下高丽菜农夫一天都会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我们一起出发吧 ，Go！南山部落位于南洋溪上游，海拔高度约800至1200公尺，夏天的日照充足，气候凉爽，早晚温差大，成为夏季高冷蔬菜的重要产地。每年4月到10月就是南山部落的高丽菜盛产期。看你踩到我的脚了。我们现在有很像偷菜的吗？还是看得出来是地主吧？然后这个我就，你到底来干嘛的？那我们现在要先做什么？我们现在工作是要先去巡菜员。巡菜员。对。好，有什么道具吗？还是没有，就徒手啊。徒手。对啊，因为就只是看菜的生长状况，跟它有没有病虫害。好，这样好。那我们现在去巡菜员。Let's go。我们现在要巡菜，就是像看菜的病虫害的状况。嗯。然后还有像这个多余的啊，这原本是为了补种而多种的，这就要拔掉了。为什么要补种啊？就是像如果有高丽菜，不是每颗生长都那么好，嗯，有些比较不好的菜苗它就会死掉，那死掉的话就必须要拿菜苗去补它，嗯，那我们先种在旁边让它生长。哦，你也可以试试看，这边都可以拔。好，我可以看就好了吗？什么都不要做？不行啊，动手。我现在是高丽菜纠察队，只要他们四个给我超出一个小一个，你就要把它抓起来。就刚刚多余的菜苗就是要补这种的。死掉了，补拿着哦，他死掉了。对啊，然后就算移过来这边，对，然后再移过来种。他说像那种就是营养不良的也要拔掉。一二三四，会不会其实我都给他拔到健康的菜？他还比较像农夫，好不好？对啊，好像啊，看这东西有够像的啦！你到底要多像本地人啊？他们说拔这个蔬菜是因为原本在种的时候就会多种，然后种在头尾就是怕有一些像刚才一样那种营养不良的高丽菜，拔掉之后可以把这些高丽菜移植到秃秃的地方。但是如果没有秃秃的蔬菜的话，然后就要把这些多的拔掉，不然会抢营养。哦哦，好湿。不是啊，你手上拿那么多要干嘛？这是可以加菜。你要带回家？这可以吃吗？太多了吧！你好，我是今天的高丽菜公主。你看到这片田都是我的，想要吃高丽菜吗？还没有熟，所以你不能吃。
本就是这样一株小小的菜苗哎，然后他们说他们家是靠人工，然后一株一株一株移植到这一大片田里面，感觉超级超级花时间的。然后他说像这个就太老了，高丽菜已经没办法，所以其实这一盆都是要拿去丢掉的，有点浪费，要不要抽奖带回家？现在右边这一片也是你们家的吗？很大哎，这片很大。这边是刚才拔下来的。对啊，你要吃嫩叶，干嘛吃老叶？那吃起来味道长怎样？就高丽菜啊。就高丽菜的味道。对啊，比较没味道，但比较嫩，好吃。苗栗，好乖哦。看你主人在忙是吗？等下带我去炒。那你们每天大便都很顺。我不吃高丽菜。你中招就不吃高丽菜。你应该吃到反了吧？对啊，你看养猪就不吃猪肉啊。我也会吃猪肉好吗？没了，他就白拔成这些而已。啊！我刚拔那么多，这是今天要带回去加菜的小菜苗，一个月的高丽菜小菜苗。我们现在就是巡完菜田了，请问接下来要做什么工作？巡水管。巡水管？为什么要巡水管？因为昨天下暴雨，那山上的石头掉下来砸到那个水管。真的假的？对，等一下在那边，我刚好看到一点。就空手去修吗？要带工具啊，工具在车上。这个是他们家养的狗，它叫苗栗。你说它的特长是什么？坐下、趴下、握手。这边的水流超级湍急的，应该是因为昨天有下过雨，所以呢，其实是有一些坍方的。这边就砸到了。哇，它就是下雨，然后就是冲刷下来，就会把水管砸坏嘛。对啊。那你要怎么修啊？用锯子锯开啊，用喷枪喷它。你说等一下 ，right now 要做这件事情？对，没错。好好看哦，等一下看他做，然后在旁边玩。他们现在说要去拿工具来修水管，然后我不知道干嘛。既然他们都就是回去拿工具了，然后我就趁空档来讲一下高丽菜为什么叫高丽菜哈。其实高丽菜的正确名称叫做甘蓝，然后高丽菜是后来进台湾才这样叫。然后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就是以前牧师来台湾的时候，他就是带了很多甘蓝的种子来台湾，然后甘蓝的拉丁语叫做 garlic， 应该这样念吧，然后念起来就很像高丽，所以他就被叫做高丽菜。第二种说法就是因为以前日治时期，日本人就从他们当地要把很多的甘蓝菜引进台湾，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就想说要宣导大家食用这样蔬菜嘛，所以他们就说这个甘蓝菜呢，它是比高丽人参还要更有价值、更营养的，所以大家就也把它称作高丽菜，然后这样沿用下来到现在。不过两种说法我都有听过啊，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其他的说法？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跟我说。他平常都这样搬东西吗？那个声音超恶心的。身为一个高丽菜有为青年的功用，就是要会修水管，然后还有穿蓝色内裤。哎，不要去到自己手，感觉好危险。我觉得他要去到自己的腿了。我今天旁边跳串的，我干嘛什么这样？你巨歪了，把它用烧了，把它烧了。然后它缩小就可以塞进去，这样。原本破掉的那个地方已经被它换成新的水管了，然后等一下就可以来洒水。这里就是那个刚刚水管的伤害处。对，他们死掉的骨骸直接被丢在这边呢，装置艺术，残缺的美好，这里这块。你在干嘛？看他们在干嘛。猴子会吃你们家的菜是不是？会，它会这种小小的猪，它就会开始吃了吗？会，它把它当把费一样，然后一颗颗拔，然后每一颗都咬一口，然后就丢掉了。每颗咬一口？对，太浪费了吧？它知道什么叫奢侈的生活，根本不一样。所以只有猴子会来这里吃菜吗？还有山羌，还有山羊，还有老鼠，还有苗栗，还有赵西群啊，会来这边偷菜。因为他们家的高丽菜啊，是种在这个山壁的旁边。所以下雨天土石流的时候呢，其实有时候会把他们的菜直接淹没。那另外一边其实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比如说那块，虽然它没有山壁，可是它离溪水很近，所以下大雨的时候呢，水也会把这边淹没起来。所以高丽菜真的是非常挑种植地点嘞。像这边跟这边的话，应该就算是台北市的比较边缘的感觉吧。现在就是加肥料进去，对啊，然后等一下洒水出来就会是这个肥料水，对，它好像盐哦，它是尿屁，你不要掉漆哦，嗯，我来看一下，哇哇，等一下，
猜拳，输的。他现在在喷水杯，好， okay. 等一下，几把一把吗？就直接几把，好，好，不，去。你要走左边的，要走左边的。好湿哦！七八路广告。为什么高丽菜它原本好像就水蛮多，现在还要再浇水？不是浇水啦，它是把肥料把它液态化，然后夹杂的水喷出去。那高丽菜一定要像这样要浇几次水啊？如果好天气的话，天气很大的话要两次。高丽菜为什么需要那么多水分？它本身高丽菜93%就是水分组成的哦，所以它必须要有水。其实这边的空气很好，也很久没有呼吸新鲜空气了。今天都是穿昨天临时买的雨鞋，我跟你讲，这底超级软，然后下面都是石头，所以走起来很像天堂路。我现在脚底板超级超级痛。就是因为种菜的环境很严苛，如果遇到台风或梅雨季的话，基本上只能跟辛苦的结晶说再见。高丽菜量少，造就了价格飙涨，加上山区的高丽菜运输费比较贵，甚至有可能会飙涨到一颗百元哦。反正我们现在呢，就是已经从早上几点？五点忙完，然后忙到刚才吃完午饭，我们几点回来的？十二点，然后我们吃完午饭，现在两点了，然后就是完成了他大概早上的工作。那你家的那个高丽菜品种是哪一种？228是那种扁平的，对不对？对，比较扁平型。它是有分扁头跟尖头。通常大众比较喜欢就是那种就是水滴状尖头。对啊，它尖头。然后我们是扁平。吃起来跟那个有什么不一样吗？比较硬一点。它是适合拿来做什么菜？炒啊，或者是炖煮类型的会比较适合。姜母鸭家的菜那种吗？也可以，因为你们现在是9月要采收嘛，对。然后你们家是一年种几次高丽菜？两次。种两次，然后一次都是几个月？不一定，看温度。像蔬菜那种类型也是看温度的，温度如果越高，当然长越快。对，所以现在的话就是下个月就收了。对。然后你们今年的产季就结束了。对，就产就结束。冬天的话大概3-4月开始。三四月的时候，这一批已经是夏天的了。对。今天呢，我们就是体验了阿良他一天工作的心得，然后下一个我在那边下雨，刚好啦，因为我们忙完才开始下，前面大太阳，幸好现在才下，好不好？好啦，今天非常感谢阿良呢，带着我们体验他的工作，虽然我也没做什么，一样是没有帮助，对，没错。好的，那希望呢大家看到这些高丽菜是这么辛苦的被种出来，以后吃到高丽菜一定要好好把它吃光光哦，想吃光光。吃光光哦。好的，那如果呢喜欢这次的影片的话，记得帮我就是订阅我频道，还有按赞这次影片，留言，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然后记得开小铃铛哦。我是莫娜，下部影片见啦，拜拜。我下次要来抓蛇哦。好，你要哪一种金毒蛇还是？我要就是最毒的，五种都要。没有啊，他先那个，他说抓蛇都要来。先不要，拜拜。现在又要开着非常崎岖的路回去原本的地方了，超级超级晃。